风月大军入侵我人，凉州城破，唯有回到过去，杀死风月，才有可能扭转乾坤。我是什么人？我现在在哪？我是方奇武，凉州的女眷。我可附身风月爱妻南一梦，赐其于未查。你要杀我吗？如今我才知道，他是在此刻，在这里，隔着漫漫光阴，隔着鲜血淋漓。时光回转，也只为与他相逢。